请长念南无须弥灯光如来。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。下面咱继续讲，世界的发心无同款。表面上虽然敢那是同一条街，结果是完全无同款的。咱用譬如来讲，亲像下一个钱，这个钱放伫金顶面准备被发射。当发射迄刹那，伊的方向含力量都已经决定啊。这个钱到底会射到倒一个所在，敢会当射到正中心，可以讲伫发射迄刹那就决定啊。钱若放弃射出去以后，你无可能阁去改变伊的方向。咱用不杀生这条界来做说明。大家同款拢是不杀生，但是每一个人心境拢无同款，所发出来的心念嘛无同，当然力量无同，影响嘛无同。就亲像下钱，下钱的力无同款，方向无同，当然结果嘛无同款。偏偏是不杀生，有人伊可能是感觉杀生真可怕，伊唔敢碰迄种动物，感觉台罗家地会晒晒过真垃圾，伊无想要把家己的手啊、衫啊、涂骹弄垃圾去，所以伊无杀生，这嘛是一种不杀生的心理。另外，阁有一种人，伊曾经听过人讲。放生会当延长寿命，杀生会减低家己的寿命。伊嘛知影讲，确实那个动物害死，动物真受气、真怨恨，会来讨命，这种的道理。所以伊为了惊动物对方来讨命，对家己不利，个无真不好，惊家己会减低寿命。所以伊唔敢杀生，这是另外一种的心理。也阁有人，伊是为了家己的健康。伊听讲，现在动物拢是做荷尔蒙、做抗生素，饲一挂人工的饲料。这种的动物若甲伊杀来食，结果是食着毒素，并无什么营养。迄款毒素对咱的身体拢真无好。伊个听人讲，动物伫互人杀血时，因心拢真恐怖，所以动物的体内一直放出毒素来。迄、那个毒素留伫动物的肉甲血内面，所以食动物的肉等都无好，损害健康。伊为了无爱损害健康，就无爱食肉，所以嘛无杀生。这是阁另外一种不杀生的心态。
莲花为人，伊是将心比心。伊想讲，家己的枕头啊，若不小心互刀切掉，流一挂血都遐难听。如果甲对方抬掉，伊有遐难大的空嘴，流遐难济血，安尼敢毋是真疼真艰苦吗？想想咧，我家己都遮尔惊死，动物嘛会惊死，何必安尼吓惊伊，和对方痛苦呢？这是体会着对方的痛苦，不忍心众生受苦，则不杀生。像这种的不杀生，就是发自为对方设想的慈悲心。这款的乞丐心理，对乞丐较自然，比较较坚固，无容易受动摇。袂讲人一引诱咱，咱就赶紧对人去食吧，或者去拍啦钓鱼。莲花阁有一类的人，伊是因为了解到一切众生可以讲本来是共一体，就亲像咱的手和咱的脚，因是一体的关系。不管咱是用左手去抬正手，或者用正手去抬左手，不管是用手去抬脚，或是用脚来抬手，受害的其实都是共一个身体。伊了解到杀生的结果，就是杀自己。甚至会使讲，杀生的同时，就是咧杀家己的佛心。伫伊咧听的时，同时就是我咧听。这是了解到，大家拢是同一体的关系，自自然然根本就袂去动任何一个杀生的念头。下面咱来讲一个几个故事，予大家家己体会。有一个人，伊真勇敢，伊认为伊是袂惊鬼的。伊听讲凤沟野外有一间鬼仔厝，暗时时常阴风阵阵，有鬼仔伫遐伫出进，甚至有听到鬼仔伫哭。伊听了就真不服，就发心真勇敢要去抓鬼，所以伊就选了一个日头真炎的好天，全副武装，连穿拢准备好，就要搬去鬼仔厝内面住。伊先趁天真光的时，四处去检查看卖，发现讲除了真久无打扫，满四处拢是蜘蛛网、拖沙粉以外，其他无什么发现。迄、那个门是真古真老啊，开起来一弯一弯，日时头伊都家己笑滚夸安慰家己壮大一下。到了暗时，天愈来愈暗，风愈来愈大，伊想着所有的传说，都感觉毛骨悚然，感觉这阴风阵阵，咻咻，伊真恐怖，赶紧地走去被坑内面躲起来，甲穿夹好，摕伫手里，准备随时发现鬼的时，对当拍鬼。是安怎奈怪怪，眠床开始叮当起来，一看眼前有一个白白物件，底下摇一下摇一下，转一下转一下。哎呀，代志唔好啊！鬼啊来啊！赶紧开枪一拍！你敢知影发生什么结果？隔天伊变成白卡，因为伊拍到家己伫遐转一下转一下一卡镜头啊！
当然这是一个鬼仔笑话。咱唔通想讲，咱是要怕鬼，结果会怕着家己。咱唔通想讲要杀生，结果会害着家己。佛在《梵本经》菩萨戒跟咱讲：“你是动成佛，我是依成佛。上足如是心，戒品依具足。”这句经文是一个真重要的基本信心，也就是佛跟咱讲，咱就是一清净。特别觉醒幸福的人，其实已经觉醒醒起来幸福的人。佛甲咱讲，咱如果有这款的信心，就会醒。安尼戒品就是具足啊。所以讲，要具足戒品，上重要就是这个信心，相信家己会醒，会幸福。你是动成佛，我是依成佛，上足如是心，戒品依具足。咱用譬如来讲，咱和佛本来亲像同一个人，而且是最富贵的人。大钢筋厝、花园、设备、所谓财产、福分、财灵，拢一模一样。只不过佛一无困去，一真清净，所以每一项设备、每一项财产，拢可以自由使用。咱是过困、过做梦，生活伫咱家己的梦境，结果。原来出来一切富贵的设备，虽然是同款有，并不实际，但是煞拢用不着。家己的花园虽然是开满了花，但是咱困到目睭开开，什么荷花嘛拢不看到，什么鸟声、花的香味嘛拢不享受到。本来。厝内有真好的音响设备，但是咱睡去，我同款变无听着。本来冰箱内面有真好食的物，拢食袂着。有七宝的游泳池，嘛拢无去游泳。如果咱睡个真沉。就可以讲一切设备、一切福报，拢亲像失去同款。这是亲像失去，但是事实上并不失去，只是未当用而已。如果咱阁较醒一挂，可能都听到音响。若是有醒，本来音响设备就可以阁再用着。就亲像失去搁再得到同款，其实迄拢是本来就有的设备。如果咱搁较清醒，就可以重新闻到花的香味；如果搁较清醒，就可以搁再看到厝内一切美丽的设备。若无醒，伫困梦中，目睭拢开开。世界暗暗，厝内装潢虽然是真水，咱嘛无看到。为什么有装潢却无看到呢？因为去予家己的眼睛砸掉了，去予家己的目睭皮砸掉了。咱平常讲认真。实在只有佛
去认着真诶，咱拢是去认着假。真少人伫做梦时，就知影家己伫做梦，拢必须爱等到梦醒起来，才知影迄是梦境，并毋是真实诶。醒起来才知影梦中一切山河大地，一切景物，原来拢是家己心的电波去变化出来的幻影。咱平常讲话，问人讲你知影无？你知影无？即句话较深的意思，就是讲你甘知，迄就是影而已。知影，真正知，迄是一个影。安尼就是知道，过去讲知道，对道理有真正的了解认识。金刚经甲咱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甲咱观察世间一切，拢亲像做梦，亲像幻影，亲像水波，亲像电影。咱有做梦的现象，就可以了解。咱的心拢是家己变、家己看，亲像家己拍片、家己欣赏。那是拍好片，得看个笑眯眯；那是拍鼻叫。得看个啼啼哭哭，那是拍恐怖片，得看个叽叽叫。如果咱梦中就知影伫做梦，安尼就袂对环境的剧情迷迷糊糊去惊去恐怖，或者迷迷糊糊去痛苦伤心，甚至可以马上由梦中醒起来。一切起来，一切梦境拢会消失去。所有梦中的大代志，嘛拢无必要去处理。咱仔细想看卖，咱每天做梦拢有一个世界，伊嘛是有空间、有时间。一醒起来，迄个梦中的世界都消失去。迄个世界是由倒位来，佮消失去倒位呢？梦中的山伫倒位呢？梦中的人由倒位来去倒位呢？咱来体会，梦中的人并无真正生出来，佮真正死去。梦中的树啊！嘛毋是由咱真辛苦，一丛一丛由种子去发芽培养大丛的。梦中的桌椅啊，嘛毋是一项一项去制作出来。咱一做梦，就自然有遐山水景物，但是每一项拢无真正出生，无真正消灭，是咱的心念电波去变化出来。的幻影，咱讲是幻影，就是根本无真实的存在，当然也无来也无去，根本就是无来无去，无代志。像古早有一位修行人，伊梦到去互老虎咬，走个真恐怖，规身躯拢青瓜。醒起来才知影，根本都无老虎，根本都变逃走啊！伊就讲一句话，伊讲：如果早知影伫做梦，梦中干脆就下心来饲老虎。做一个梦中人情，嘛较英雄，较慈悲。
何必得遐紧张恐怖，遭个大溃喘呢？如果醒起来，得怎样帮是假的？不如做一个较英雄的帮嘛较赢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当时咱并唔知啊，迄是假的，弄不起，认为迄是真的。咱平常有一句话讲：认真，再认真。如果真正去认得真的是真好，但是咱大部分拢是家己认为是真的，所以真认真。咱正平讲，佛是一个觉悟的人，觉也就是由梦中觉醒起来的意思。觉悟的悟安怎写呢？特秋平是一只心，假秋平是一只悟，合起来也就是我的心。觉悟就是悟到一切原来拢是我的心，拢是我的心投影出去的影像。既然是我的心所变的，源头就是心，安尼问题就加真简单。改变家己的心，就可以改变一切的影像。这就是佛法的重点，也就是佛教育的主题。有人讲，既然一切是我的心的影像，这是假的影像，安尼我爱安怎做就安怎做，我白做嘛不要紧啊。反正是在做梦，哪有需要什么规则、什么概论呢？但爱了解，影像是假的。但是发射什么款频率的电波信号，用什么底片会出现什么款影像，这其中的原则规律是真的，是一定的，这就是因果的道理。所以讲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譬如讲，看电视或者打电脑，试一下试一下，都有影像出现在眼前。那影像是假象，但是试什么开关会出现什么影像，这其中是有规则的。如果我照规则去乱试，影像就会乱去，甚至机械会坏去。所以绝对不能讲，因为影像是假，所以无照规则乌白试不要紧。爱知影你乌白试，试出来影像嘛是你家己在看，家己在享用。机器弄坏去嘛是你家己麻烦。而且你在看时，并无随时清楚那是假象。会阁拍个足紧张诶！咱时常拢有做梦诶经验，拢知影梦是假影像，但是搁在做梦诶时，嘛是共款会当作是真诶。如果怕蛇的人碰到蛇也会很恐怖，所以说虽然影像是假，对咱的心也是有真正的作用和影响。搁再譬如说，你梦中的你当然是假的影像，你梦中一台车也是心所变假的影像，但是你若望到去火车
弄着，一定会惊一条。为什么会惊一条？就是当时该动作是真的，才会惊一条啊。所以咱就是房中无觉醒人。既然咱房中拢也袂当觉悟着，所有影像拢是家己的心所变的假象。所以咱影像就袂使乌白拍，咱心念电波的开关就袂使乌白起、乌白发射，才袂变出一大堆的乌影、恶梦来互家己痛苦。咱若是也袂幸福，会使讲拢也搁伫环境当中，只有佛是彻底清净。活在真实的世界，咱佛教中特别的名词叫做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，咱讲较白话，就是唯一真实的世界。咱以为大家拢住伫同一个世界，其实咱大家拢伫无同的世界。因为大家拢无闲得看家己心内迄个金幕和电影，拢在做家己的梦，所以每一个人世界拢无共款。咱时常去互家己的目睭皮炸掉，去互家己的梦境迄个电影炸掉，使咱无清楚看无真实的世界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汉传慧基金刚法，灌顶传法即三归五戒。灌顶传法由福慧寺传承金刚上师住持体化和尚主法，日期11月13日星期日，报到上午7:50到8:30，法会开始上午9:00起。报名方式 email irisui30@gmail.com。法会地点新北市树林区37号，请自备海清曼衣，佩戴口罩，全程免费，欢迎随喜共佛共僧。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说故事时间。来哟，进来听广告，大家对我来哟，做伙来学佛咯，精彩的故事哦！阿成哥，广告。
多欲为苦，生死疲劳。